五六七走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啾啾擦擦擦擦擦擦哎有个任务卡家人们哇这么长不看这么长不看不看这么长这么长是干嘛拿回去课题三时间任务小王音乐社的同学们好为了更好的让大家了解作为一个团体的工作和生活校方特意安排了一场学期时间任务我们邀请了 INTO1 的学长哇真的吗邀请了 INTO1 的学长作为我们一日的师哥在明天跟班 INTO1 学长团体工作的相处模式和工作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团体的意义我们就好好做好准备来完成这次的实践吧学长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台演志，然后也可以叫我海台。啊，海台你好，海台好。学长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张瑞希。你没有小名吗？妹。好的，走一秒。好的，走一秒。学长你们好，然后我是小王音乐社的原野。可以叫我小野，谢谢。学长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朱子浩。大家好。学长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戴翔。戴什么？戴翔，非常强。好，学生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田姐，可以叫我小田。好，田姐，你是。学生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陈雨欣。Hello。学长们好，我是小王音乐社的沈一峰。你好。你好。你好。太正式了吧？在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如果你们不坐，我们也得站。对对对，找位置，找位置，找椅子，找椅子，把那个包放在地上，把包给我们，包给我，行，老师，怎么回事啊？把咱们位置抢。坐，我放地上。还有位置吗？还有位置，还有位置。你上到底坐不坐啊？坐吧，没事，你坐一点，没事，无所谓啊。哎，你们多大呀？你们都是就是几几年？最大的是。我们猜吧，我们最小的鸡。那你们猜一下，我想猜。忙内是谁？忙内，我想想啊。忙内这个，这个。老杨是最小。你知道？我不知道。看。然后看你都像老杨。是蓝的好不好？对，你啊，我最小的，最小，妈不是，是他，我刚看到这个眼神啊，不是我，他是你吗？我不是，是我来吧？也是，一共就八个人，等一下，我知道了，是你，啊不是，忙内举下手吧。好小啊！那最大的是你们队长？对，最大是谁？最大的猜就是不礼貌了。队长，我们猜队长。那你是在团里会是带领大家的人吗？其实也没有，还没定。对，哦，还没定。好喜欢了。我们是轮流的班长，就是每会换。哦，这个也挺好玩的。轮流当班长的意思就是会打扫卫生吗？
也不是，是训练上，训练上就是哦，训练上团舞啊什么的，安排大家时间，因为有个人的课和团体的课都。平常累吗？平常跳舞啊？很充实。很充实。哦哦哦。都喜欢跳舞吗？都，我们都热。热爱跳舞，好好，那就好。那平时你们的音乐都是原创还是会有？都会有，都会，对。会擅有擅长想写歌的人吗？我们应该全体都举手，我们全体都，所以我们应该全体都举手都想创作。对，加油加油加油！期待你们的优秀的作品。谢谢老师，谢谢学长。加油加油加油！对，一会儿见呗，一会儿见。好，去玩沙，不许在这给我使眼色啊！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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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饭啊，多吃点饭。掌声你，多吃点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是说不紧张，但是我也有点紧张。他们看起来很友善的样子，介绍完以后实际上很友善，很逗，很看起来很友善，实际上我还以为很友善，我还以为艺人在 IDG 建成的时候都以为很高的。对啊，都不敢跟他们对视，每次一看一下对视上频繁躲避目光角落。假设以后有八二代的话，我们也是坐在这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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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这个是不是真的吗？要来了吗？站好，站好，站好！听我三二一，学长们好！来来来，学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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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鞠躬是吧？嗯，然后就没了。来吧，出发开始啦！哦，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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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o, hello. 哇！你们这个队形，好，三二一，对对对对，学长好，好，学长你好。然后呢，现在我们要给你们带来一份见面礼，不会是这个吧？希望你们喜欢。好好好，期待期待一下。哇，这个动作有点熟悉了。哦。哇、wow, 帅帅帅帅帅可以谢谢学长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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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见面礼非常棒三二一还有我哇哇哇哇哇哇哦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部是吧有 F 调有那我们来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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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们好我们是小蛙音乐社哇欢迎欢迎欢迎然后接下来就请学长们入座好好好好好然后我们也择木而栖我们还有座位坐这儿好的好的那我应该是带奖起来就这样坐没事坐坐坐坐坐坐坐其实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对对对，他还没机器还没架好，这个你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等他们搞好了之后你们再开始。嗯，我也这么做了，学长，嗯嗯，来吧，你们是干啥来的呀？其实我们今天来之前其实大家都非常紧张坦白说就是在其实虽然平常有在 IDG 跟各位老师有打过照面但其实我们正式第一次见面是在此时此刻然后其实各位的心情真是比起月考的紧张程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今天怎么说呢我们很高兴看到各位前辈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一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放松不紧张了对我一说话就不紧张对不对我本来还想再稍微客气一些不用客气、哎、不用客气没有就是看完狼人杀那就完全就是卸下了那些很紧张的心情就觉得老师们都非常有趣真的很精彩别叫你的耳朵放松一点因为我的耳朵就很敏感很容易热我就会那个什么然后姐弟太热像蝴蝶你是蝴蝶我耳朵会动啊你们有没有人会动头皮啊对你们有没有人能吞拳头啊那学长给他们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只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人咨询一下哎我想知道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你们不是现在是成为一个团了吗你们还没有 sorry 那你们现在练了几个月每个人练习的时间都不相同但差不多都是半年是练什么呀就平常会练一些唱歌跳舞在创作各种啊他有心里话刚刚他刚刚就是练太多了是吧对心里话他有一些心里话给我练这么多、就这么多、真的很棒哎我们也很想练这么多的对但我们也有不同的工作就有很难聚的你看我们今天也不是十一个人在一起对所以还是要很珍惜在一起的机会你们要再吵一点你知道吗再吵一点吵对那不可能比我们吵真的不老师我们肯定比你们还要吵
这是什么好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这里比，比谁更吵呢？好了，我们说一下这个黑板上的板是啥呀？我看，这个是我们即将会 Q 到的流程。啊，你这个很专业，你这个很专业，真的。这个黑板上这些词就代表着一个，就我们每个人各自想问的一个问题。你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分歧。对这个上那就再下了。其实我就想提问一下，就是像一般我们团队协作都要保证沟通的顺畅，他都但这个东西都需要去时间去磨合。就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学长们一开始就怎么在一开始相聚的时候就能够去维持比较顺畅的沟通？其实我们一开始完全我自我的感觉啊，十一个人从去年是不是2021年的4月24号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分歧这一个严重的词出现，我们都是交流着来。对，就感觉我们好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吵过架，没有吵过架，没有吵过架。把十一个人的意见汇聚成一起，然后争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就是我们会求同存异。对，这种方式来沟通。还有就是不要把东西看太重要。其实我们这个团体可以借鉴的，就是说我们是多国籍嘛，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相敬如宾，都很有礼貌。但是刘宇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反而就适应了这样的节奏，大家有什么就好商量，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就哪怕不是多国籍，也可以以相敬如宾先开始。然后也是有决定就投票，就对少数服从多数。那我们就恢复礼貌状态吧，从今天开始。好的。那明天也是你们的风格啊，不要因为我们说一两句话而改变。是的，是的。参考参考，对，就您自己决定。那我没什么疑问了。好。下一位，谁要有人想说的？对。那我来吧，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怀揣着就是。各自的梦想来到这里，然后就想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前辈们，就现在已经出道了，然后就是从出道到现在心态的一种变化，就是出道后对工作的展望和想象中最大不同是什么？我可以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出道之前呢，我觉得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就是，假如说一天可能练舞蹈4个小时。唱歌2个小时这样对吧，就觉得已经很累了，但其实我们出道以后呢要更坚持，更就是冷静，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中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你要在就是舞台上就是很快的解决这些东西，就比如说突然说听不到自己在那个耳返里面，或者就是麦用不了了什么的，要换衣服，很快又换衣服什么的，就是有很多小小的细节，所以我觉得出道以后要更坚持，更加油。对，谢谢学长。那下一位吧，我来吧。因为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从5岁就开始学跳舞了，我也参加过了很多的比赛，比如说 HHI WOD KOD， 然后都取得了还不错的一个小小的成绩，然后就是我自己编了一支舞蹈，然后想请各位老师给一些建议。真的加油加油加油。是视频是吧？对。我以为要现场跳给我看。谢谢。我们一起看一下。好，看起来这个封面是个有故事的。棒，这个故事是，其实之前我跳舞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它的，因为它是我唯一一个
有发泄的地方，因为我小时候我妈让我去跳舞，然后我慢慢接受了这个，然后但后来我发现来了以后，我的舞蹈慢慢变成了一种工作，就是我迫不得已，我必须每天去面对它，然后每个月得编一支舞，然后我每天必须跳成什么样，然后慢慢的，所以我就对它没有了一种热情，所以我编这个舞就想的是能让自己抛下那些对于舞蹈一些施加的外力，让它变成一种真正一种纯粹的热爱。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如何保持对舞蹈的热情。我懂了，我也已经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说舞蹈是很自由的表情表达自己的那种方法，但是变得工作呀，变得对比赛的东西的话，很容易忘记为什么我在跳那个感觉。对，所以我的话有压力的时候，很累的时候，没有灵感，不能走边额，但是晚上没有人的地方对自己跳舞的，对，那这样的话和我和舞蹈的那种说话那种的感觉，虽然舞蹈给我压力，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舞蹈的话更必须需要这个东西那种的感觉。我总是从动物来得到那个、动物，对对对，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耶。啊，是吗？真的啊，怎么回事啊？还有人间观察，人间观察，人间观察。我有个问题，你跳这个舞蹈的时候你享受吗？我跳这舞蹈的时候我是完全享受。那就去做它呀。在你以后任何一个想编舞想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就联想到我在编这支舞蹈的时候是我自己想说的话，不是为了什么而去编，不是为了任务而去跳，这个是我喜欢舞蹈的原因，我热爱舞蹈的原因。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们不张嘴说话，用我们的四肢去表达我们想要说的话，这个是舞蹈最大的魅力所在。加油加油加油。跳得很棒哦。好棒，真的跳得很棒。那我就讲到舞蹈，那就顺便直接来讲到表现力吧。因为再怎么样在舞台上不仅是舞蹈唱歌都要给到大家不管是悲伤快乐还是什么的一种情绪，因为我是很在意表现力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现在就是表现力可能我可能长得会比较更阳光一些，我可能对这方面的表现力会更是我擅长，但是一到一些我很酷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不太会去那个表现了，会很不自然，很做作，很油腻。对，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平常是怎么练一些表现力，就不同风格的。我有个小技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长相它是一个固定的类型，我去挑战别的风格的时候是我在突破自己，但其实不要这样想。你找一面镜子对着它去做表情，你去看，哎，哇，我这个样子比较好看，哎，我做酷的时候这个表情这个角度好看，就找它你最好看的角度，这样你再展示给别人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发现不一样了。我不是在模仿别人，我是在跳我自己最擅长的那个样子。哦，明白，谢谢了。来下一个问题。不是身材管理吧？我就没有他们那么就是那么多才艺上的东西。我就想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就是遇到身材管理学长们会怎么做？因为一直想减肥减不下来。你不胖吗？不胖。好可爱啊。你平常吃的是正常的餐还是？吃素。是运动少了吗？运动量挺大的。那就要可能要去检查一下身体。真的真的。什么意思？可能消化不够快。是的，你可能要换一个饮食的系统。哦。为什么你觉得你要减肥啊？因为上镜会很胖。喜欢这个人因为瘦。不是这样子的，应该理由是会胖也 OK， 这个喜欢这个人的人是懂吗意思？
我明白。瘦，所以喜欢，没有，应该不是那么多这样的人吧？对，所以不需要那么考虑那种。你不用那种强，就是逼自己，你要啊，你我要瘦，就是为了好看什么的。但是我是说，过程中你需要开心。因为如果你每天你说，哎，我要是要吃那种沙拉，今天我不能吃饭，你明天肯定会更想吃了。对，会很 emo。对，而且，对，而且，是。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做啥都不好。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把心理改好，调整好。我觉得心理重要。OK。谢谢谢谢。这个能聊一整天，我可以聊三天。你敢那么喜欢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绪，然后在我看来，可能我的情感寄托一个人抒发不掉的话，我会分享给我的队友们，然后我觉得只有他们能分享一下我的情绪，所以很想知道遇到迷茫或者困惑的时候是怎么去面对，会选择和身边的队友去倾诉这些情绪吗？柯宇怎么觉得？你这个节奏，你有什么情绪啊？就你是经常会有压力吗？还是我们所有人就是生气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就怎么会选择去跟身边的队友去说？团体的好处是你有很多人陪着你，不会感到孤独。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喜欢跟大家沟通、排解情绪的人，那你就多跟大家聊天。别人也是，如果你们有情绪的话，就找一个自己舒服的方式，不管你是出汗或者是运动、听歌、躺着睡觉、看电影。我的话就是那种，就我喜欢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赞多，他其实非常喜欢哭，对，他很喜欢流眼泪。你也喜欢哭的。就每个人抒发情绪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要慢慢去寻找。对，但是希望你们都没有压力，没有情绪啊。对，还是希望你们就是情绪少一点。我觉得可以是打游戏吗？打游戏吧。非要打游戏？哇，天呀！你一打游戏，瞬间今天生气的事儿，瞬间更气了。队友太坑了是吗？但是我觉得有不好的情绪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情。你可以把这个不好的情绪吸收掉，那么你在下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你就不会生气了，就叫吸收它，吸收这个不好的东西就可以了。学会了，学会了，谢谢，谢谢。就比如说今天有人把我给刀了，我很生气，但是我一想，哎，也不会那么生气，所以我第二次被刀的时候，我就不生气了。自我消化，也是这方法。谢谢老师，加油，要开心心的哦，开心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好，那我呢，其实就是针对爱好这方面，就是我其实跟海苔，我俩属于是怎么说呢，同道中人吧，就是我俩遇到的才是属于那种相见恨晚的那种。因为他比方说他是从5岁开始学舞蹈的话，然后我是从6、7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学的，他掌握的东西可能会比我多得多。然后从小虽然接触的早嘛，但是我可能一直跳了4、5年左右的时间，也一直在走弯路，甚至自己在跳什么都不知道。到2019年左右，我才开始正式接触到 hip hop、urban 啊之类的。就其实舞蹈它这个东西，从你本身一个爱好，然后变成不是自己本身想要的东西，确实会有质疑过。但是当时海苔经历这些事儿比我经历的早，所以说吧，他也当时对我进行了一定的开导啊，然后也解开这个心扉了吧，可以说是。但我的爱好也不是舞蹈的，我的爱好是拳击的。哦，对，本来我3岁的时候，我不是自己说想学习舞蹈的，当然3岁舞蹈工作室我是睡觉一边睡觉一边跳那种。然后这个地方是那种学习 sports 的那个地方。对，然后3楼是学习舞蹈的，4楼是学习拳击的那种。然后我喜欢4楼的，所以我不想在3楼的。我说啊，快点学习舞蹈的唱歌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我有压力的时候是棒棒棒棒棒的，是我的放松的方，对，想法，对。所以有其他的爱好也很重要，对，很珍惜那个其他的爱好。好。
还有喜欢的，爱你。傅老师好，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个性，就是说学长们会因为团队表现的整体而牺牲或改变自己的个性吗？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会比较喜欢 RMB 这样的安静一点的，对，是这种东西。然后但是有可能就跟大家有一点点融不进去，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再看一下啊，是应该牺牲一下还是改变自己的个性呢？就是因为我喜欢摇滚，但是我现在是男团，这两个就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我都可以做呀，不是需要非得就是让我们改变，而是我不需要改变，我可以在其中找到我自己的乐趣，同时这也是一个份工作，我也要好好对待这份工作，在其中我要找到自己的乐趣，我会让这份工作变得更有趣的。 OK， 你喜欢 RMB 对吧？你把你自己想象是一个水桶， RMB 是你一块板子，你这块板子特别长对不对？但如果你其他你不擅长的地方板子就没那么长嘛，你把其他的木板一慢慢慢慢拎长了以后，那你能存的能量和你能存的知识和你整个人的给人的感觉会更强大，你懂我的感觉吗？ OK， 不一定说我喜欢这个我就只 focus 在这个，像米卡他擅长 R&B、AK 擅长说唱，刘宇是学中国武术生的，赞多是号出身的，力丸是编舞出身，每个人其实长板都不一样，但我们聚成这个团了以后，我们就在每个人拿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和团的工作去找产生共鸣的部分，在这过程当中你除了可以保留自己喜欢以外，你还可以学到一些你原本可能抗拒但是你学下来发现，哎，我好像走这个风格有不一样的味道，你别抗拒就可以了，就是审美可以进步但不能改变，对，千万不要改变。OK， 谢老师。啊，不谢。那其实就只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团建出去玩，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开心的地方？哦，吃饭，最爽的。我们会找很多好吃的东西。对。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想一个主题。就比如说上次什么 cosplay 啊，我就会 cos 很多奇形怪状，就真的 cos 一些造型，走到餐厅包厢包间里面去吃饭，他们就看我们来，就是我 cos 一个 进了那个包间就，很好玩的。你们是要带我们团建吗？啊，我们竟然可，不信吗？团建，那你就要做人多做才会有意思的事情，对，一起来，对，就是朋友有一些，你觉得、你们在干嘛？就是太蠢了，不行，就比别想多跟他们一起做，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吗？我还不够蠢啊？但是是，就是要看情况哦，工作就别太蠢。你这个说完在干什么？那我们的疑惑就到此为止了。然后非常谢谢学长们的解答，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其实我们 INTO1 也知道各位弟弟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准备嘛，然后还有学习，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INTO1 学长送给大家的一个锦囊，希望你们日后可以加油，加油！谢谢！希望以后在很大的舞台上看到你们。对。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跟我们一起参与。没事，谢谢学长，谢谢。